七星半月是一個行業青嚟嘅，呢個亦都係好受歡迎嘅一個青陣。咁佢個道具咧係有七個橙啦，同埋一個椰子。佢個擺設咧係首先將七個橙圍成一個圓圈，之後中間咧就放咗呢個椰子。咁橙咧，嗰七個橙就代表七粒星，中間個椰子咧就代表嗰個月。咁個彩箱方式咧就係醒獅間梳間梳咁食咗嗰七個橙。之後就是這個陣式的精髓所在了。舞獅的運動員表現他的硬功，徒手開椰，開了椰衣之後，他要運用他的掌力劈開椰子。這個很傳統的陣式是流傳了很久了，亦至直至到今天都是很受歡迎的。
Thank you.